试看。然后把八分音符的拍子写在第三拍。八分等于吗？没有，这个。这个。这个么字形要写在这里，第三拍。第三拍。对，会不会？这个第三拍吗？没有，这样子，这个表示第一拍、第二拍、第三拍，所以要写在这里。要写在第三拍吗？对。先画一个吗？对，不会。答对了。